书接上文，杨泉人在棋盘上结缘，初会老孙头。这人到一定的时候，你得露露手头，得引起对方注意，一味的太囊太面那也不行。杨泉人呢，早都盘算好了，两个人这一对弈，啪啪啪几招，把老孙头给僵死了。这下出乎老孙头的意料之外呀、原来他很不经意，也瞧不起杨泉人，没想到中年汉子有这么几招，刮目相看，大为震惊啊！能有三分钟他没说出话来。啊，请问阁下尊姓大名？在下姓杨，名泉人，哪里来的？北京。在哪行工作？哎，开饭馆的。哦哦，果然厉害，果然厉害，能不能再赏个脸，咱们再重摆一局？可以。接着又下了三盘，这三盘杨泉人按着计划一输再输再输，连输了三盘。老孙头一看，看出原因来了，不下了。我说杨老弟，恕我自大啊，自夸为凶，你这有意识的让我呀，你没拿出全部的本事，你让棋这就没有意思了。哎，不不，老人家你想错了，我倾尽全力，我这的确就这么大能水，头一盘赢了，我是借人家那位马爷的光，走时气，撞大运，我赢的。真本事我照您差的多的多啊。不不不是那么回事。我说杨老弟啊，这么办行不行？您说到我家里咱们接着下，你看如何？哎呀，那太讨扰了啊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多的下过瘾了，你把真本事全掏空了，咱们再说，就这么定了啊，到我家。你看，主动登门见不着他，他主动邀请起来了，这个事儿就顺利的多的多。张三也在旁边一听非常高兴，就冲这一下，我兄弟全人比我高的多，他的智慧比我强的不是一点半点，心里暗自高兴。但现在就去吗？不是，得过两天。因为什么呢？他侄儿来了一趟，找孙师傅说，叔啊，您这好几天不回家不行啊，咱家客人迎门呢、金华馆的吴老板等了您两天了，等急得火上房啊，您快回去。不去不去，他请我又去烤鸭子，不烤。人家没说，就是拜会您，带来许多许多的礼物，说有许多的话要跟您讲，您快回去一趟。这事儿我没告诉你，一律给我挡架吗？哎，你这孩子办事办的好吧，那我就回去。临走跟杨泉人怎么约会的呢？三天以后到我家，留下门牌号码。其实杨泉人一笑，我都去过好几次了，我知道。老头叔侄走了，杨泉人利用这段时间跟张三爷张哥请假返回北京，一个是看买卖，另外呢有件大事。什么大事？他没告诉张三爷。等返到北京之后，到家里料理料理全聚德的买卖，转过天起个大早赶奔琉璃厂。干嘛去？淘宝去了。杨泉人早就盘算好了，给老孙头送什么礼物，人家经历多见得广，送二斤水果，送两包点心，那玩意儿拿不出手去，送金条银条小宝，那玩意儿不是那么回事，就得送贵重的礼物，还得拿得出手去。决定了送象棋，
他不喜欢象棋吗？投其所好，上哪儿淘宝去？就得上琉璃厂。到这儿他认识不少人，每次淘宝都找一个臭鱼，臭鱼姓鱼，但不时有宝贝，杨全仁知道。简短解说，见着臭鱼，臭鱼一看，呀，杨老板，嗨，哎呀，多日不见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到这儿来淘宝来了。我于老板，最近又上什么货没？哎呀，我那货砸了，前些日子那就上了一个大批货，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？有没有象棋？嘿，哎呀呀呀！我从山东德州新进的货，还真就有象棋，不过这玩意儿可有点扳手啊。不，你拿出来我先看一看。哎，跟宝贝一样拿出来，俩手捧着往桌上一放，打开包袱皮儿，杨全仁注目观瞧，嘿，眼前一亮，紫檀木的棋盘双合着，展开一瞅，楚河汉界则是四个鎏金大字，那边上一色用鎏金包的框框，瞅着锃明刷亮。另外把棋子哗啦一抖了出来，杨全仁一看呢，真正的南非象牙棋子，使的年头太多了，把人呢手上那油都滋润到象棋子里头了。那棋子儿每一颗是锃明刷亮，跟玉石一样，那个柔润度那就甭提了，拿到手里肉肉乎乎，沉沉甸甸，真是好东西，一眼全人就相中了。我于老板，好东西，这东西我买的，你开个价，咱都是老朋友了。呀，这实不相瞒呢，我是花了大价钱呢，我忍痛花的银子，我怕误到手里的，还遇上您了，这开个实在价我也不多算，刨出我的成本再加上路费，多少给我赚一壶9000就行，你说吧，开价多钱？哎呀，这是怎么，这玩意儿少说少说也得100两啊。100两那是钱呐，天文数字。但是杨全仁稍微愣了一下，能不能再还点价，往下压一压，咱俩就成交。这实在没法压价了，您瞅一瞅，这什么年代留下的，这有那个行家里手都给鉴定了，这是大明朝宫廷之物，皇上娘娘都玩过，这玩意儿是文物国宝啊，您说还能往下压价吗？这么办，咱是老主的了，95两怎么样？成交。别买了啊，我马上提银子去。95两那也是钱呢。杨全仁回到全聚德，告诉长春马上到观音号提白银，把钱提出来，雪花白银交给全人，全人拿布包着，坐到车子，又赶去找臭鱼，两个人成交，他就把这象牙棋买到手了，爱如珍宝啊！这棋就送给老孙头，投其所好。那边说你这一说，搬着不疼的牙了，那玩意也忒贵点了，没办法，送礼得打动人心。有求于人，你送一般的东西轻飘飘的，能打动人心吗？得喝得出柱去，要在人家身上挣钱，你再活不出去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返回顺义，见着张三爷，把这事儿一说，张三爷说，呀，你也没打招呼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我先开个眼，您看看，啪一打开，张三爷虽然是个外行啊，但是也见广识多呀，这么一瞅，好东西，这您得估个价，得多钱？少说得50两，再高点，
难道还100两？95两送给老孙头。对，到他家拜会之时我就奉上。哎，兄弟，你真是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啊。哥哥，我不如你啊，要到这坑底上叫我拿这笔钱买这玩意儿，无论如何我舍不得，你真行。简短接说，到了规定的日子，哥俩坐上车子，带着这象棋赶奔老孙头家里。老孙头说话算数，他回到家之后把拜访的人全都给轰走了。什么京华馆的吴老板请我出山，没门，给多少钱也不去，把人得罪了一大批。老头就等着杨全仁呢，告诉侄儿了，把院扫干净点，来了一位高手，我想会会他啊。任何人一律谢绝不见，我要全心致志的下棋。屋里棋盘也摆好了，小桌也放上了，茶水也沏上了。正这时候车轱辘一响，杨全仁到了。简短接说，双方见了面了。全人一抱拳，前辈，我来晚了。没有，正是时候。哈哈哈哈，哎呀，见着你我非常高兴。老弟，坐坐坐坐坐。杨全人和张三爷坐下，老孙头是格外的高兴。我说老弟呀，前者在木家茶馆你让了我3盘，我觉都没睡好啊，今天你要大显身手啊，我也想学学高招，好不好？你别让我，你让我我心里头很难受，你是瞧不起我。行啊，那先吃饭，吃完了咱开棋。不，饭我们用过了，那就开棋。杨全仁一看不使这棋子棋盘，另换一副，我这带来了。等杨全仁把棋盘摆上，把这棋子哗啦一倒，老孙头一看傻眼了，呀，拿起一颗棋子是车，在手心转来转去，爱不释手啊。老弟，这棋子是你家祖传的，还是你花高价钱买的？嘿，老人家，这您甭问了，我喜欢下棋，我珍藏的。咱们爷儿俩有缘，今天我拜会您来了，我把它取出来了，是对您的尊重。哎呦，这棋可太好了！哎呀，别看我年纪不算甚大呀，这样的棋子儿我从来没见过。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这摸摸这棋子儿，下一盘棋，这也是福分。来开局，啪啪啪一下，老孙头又占着上风。杨全仁是甘拜下风。老头不高兴啊，兄弟，我有言在先，不准你让我，你怎么又让我？老人家，我的确没让你，我倾尽全力了。实话跟您说，我跟顺天府的刑名师爷钱子龙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学这下棋都是跟他学的。您要有兴趣的话，改日我把钱子龙约来陪您下棋，那才叫高手。我跟人家学的，我就这两下子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您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陪我下棋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没别的可说，这棋子棋盘送给您了。老孙头的侄儿一听，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把这盘棋棋子棋盘送给你叔叔了。这出手可够大方的。老孙头也一愣了，这礼太重，我不敢收，我出于至诚，您收也得收，不收也得收，您不收我没法出您这门，我是发自内心诚心实意送给您的。老孙头把这棋盘往旁边一推，沉思半晌。我说，全仁老弟，你是不是有事儿？咱就打个天窗说亮话，别跟我拐弯抹角行不行？
你送这么重的礼，在北京是不是来会我？你说吧，是不是想求我干什么？杨全仁一看到了节骨眼了，再不说机会就错过了。全仁真行啊，下了地是一躬扫地，规规矩矩的做了仨揖。前辈啊，您太聪明了，您说的一点不假，我是有求于您呢，是这么回事。把开全聚德的经过如实的和盘托出。现在我的买卖往下滑，我想重振全聚德，非得您出山不可。我知道您老人家厌烦了这一行，没有办法，我厚着脸皮前来请您呢，您赏我个脸，无论如何你也得出山呢。你说这怎么办？张三爷在旁边也直说拜年的话，老头就挤到这儿了。这，真有那么句话，拿人家手短，吃人家嘴短。而且杨全仁是出于一片至诚，含着眼泪，发自内心说的这番话，没有虚假。老头被真情所感动，沉思了半天呢。哎呀，老弟呀，我都发了誓了，我永不出山呐，不怕你笑话，我闻着那鸭子味儿我都要吐，决心洗手不干了。但你出于一片至诚，这，老弟呀，这么办吧，我给你面，我可以答应你。但咱把丑话得说到前头，我这人脚毛一身毛病，古怪透顶，我自己清楚。银子给我少了我不能干，对不对呢？你给我少了我就在金花馆干得了，我干嘛耍镖啊？干嘛回到家抱墩呢？给我的钱得多，你给我先开个价，每一年你给我多少银子？全人早就盘算好了，老人家，只要您肯出山，每一年银子我给您100两，管吃管住。100两银子年薪呢，在那个年月少有少有啊。京华馆开多大的价钱，杨全人也摸了底了，30两，这个100超出他2倍。老孙头一听心就为之一动，100两年薪管吃管住。好。另外我这个人很古怪，您说这炉灶不好，店面不好，我不考。人缘不好，伙计不顶劲儿，我也不考。鸭子不好我也不烤，果木不好我也不烤，最后一个我心情不好不痛快我也不烤，白拿你100两银子有5不烤，你能接受吗？书中代言什么叫果木？果木跟这有什么关系？果木就是人家烤鸭子不用一般的柴火，什么书改劈柴不用，那个用果木，一个是枣木，一个是梨木，两者都可以烤，有特殊的香味，人家要求这材质是非常的高啊。这个张三爷在旁边一听就一斤鼻子，前头那似乎都可以接受，这个心情不好也不烤，谁知道你哪天阴哪天晴啊，把不准这个脉呀，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。没想到杨全仁是慨然同意，老人家我完全接受，只要您提出来我就接受，不就这几个条件吗？不高您放心，我派专人服侍您，您觉着不高兴
哪天您就摔耙子，您就回来。您要看我们不尊重您，有一点点您提出来，我们马上改，不改您就走人。钱照开不误。杨泉人那叫汉子，为什么说大笔写大字呢？慷慨陈词，啪啪啪，全说到这儿，老孙头没有退身余地了，把大腿一拍，也罢，你是个干事业的人呐，行啊，跟你这种想当的汉子在一起干，我高兴，愿意受点累，我也奉陪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好嘞，好嘞。老人家，这么办啊？您把这棋子收下，这就算定钱了啊！您不白收，是不是呢？您答应我的条件了。另外呢，咱们挑良辰宅吉日，我算算啊。初九，九月初九登高，您那天到我的全聚德，我们全店的人在那隆重接待。您看怎么样？哦，也好。还有几天的时间，我把手边的事儿处理处理，加安顿安顿，那咱们就九月初九不见不散，一言为定。这事定下了。等杨泉人和张三爷离开老孙头的家，哎呀，全人心里这个痛快呀，终于把聚宝盆牵动了啊。这是发财致富的活宝啊，人才难得呀，那请人才就得这样。张三也是无限的感慨呀，我兄弟，根据你的经历都得写一本书了，三国演义上有三顾茅庐，你算一算你这是几顾了，你比那个弯弯道还费周折呀。兄弟你真不容易，哥，人才难得呀，那不能轻易放过呀，您就瞧好了。嗯，我看出苗头来了，你肯定要把全聚德做大，我就听你的喜气儿。杨泉人离开顺义返回北京，到了全聚德，脸上的笑纹啊都看得清清楚楚，里里外外就是一个笑，告诉伙计们全体集合，进行了交代，后边后院上房收拾干净，东间给孙师傅住，被褥里外三新都要新的。另外小玲子，小玲子是新来的小伙计，16，聪明伶俐啊，也是山东来的。小玲子，你专门服侍老孙头，大家攒足了精力，等着高人到来。